十月十二日，翁虹在微博晒出爱女刘石从小到大的照片，为她庆祝九岁生日。翁虹感情写下：“谢谢你给我们俩这样的机会，做你的爸爸妈妈。”翁虹女儿也遗传了母亲的超高颜值，小时候一双大眼，十分呆萌可爱。长大了又出落成高颜值的小美女，美魔女翁虹多年没在香港过生日，近日适逢回港与57岁母亲过中秋，更顺道庆祝48岁生日。虽然女儿已9岁，但翁虹保养得宜，不停被赞是美魔女，一双美腿依然吸睛。生日 party 在湾仔一间高级餐厅举行，圈中好友吴丽珠也来祝贺。问老公送什么礼物，翁虹说：“我一向都不看重物质生活，因为今年双重意义，她出手大方，送了只心形钻戒做礼物。”又问多重，翁虹说：“几克拉不重要，我注重心意，总之4.8克拉以上了，正好配合我真实年龄。”期间她与她老公在来宾要求下公开接吻，十分温馨。问到如何长期保持最佳状态，翁虹笑说：“多得老公多年来嫌弃，成为她的保养动力。我老公是营养专家，对衣食住行都比其他人要求高，有时我想放纵吃，他会在旁边提醒我这种食法好不健康，又不停提醒我有时间要做运动，有时都会觉得很有压力，但他出发点就是想我健康，完全反驳不到。有个人无时无刻都在关心自己，其实真是好幸福。所以人家是妻管严，我就是夫管严。”